哦哦，那不是打王喽。哇哦！写什么？他现在只会讲话哈？他妈的！他都随机由天花板掉下来干。哇靠！我就拿枪来射他。这是不是像在迪士尼乐园一样，在那边看来看去？是不是躲在上面有成功的地方啊？那个不会在同一路下两次吧？好打脚胶，好打脚胶，有料。没有，那应该他走的地方会有这个烟。那你怎么没打他？靠腰，他一直挥，我觉得他一直在挥的时候我不能打，我想先省子弹。对，这是在天花板钻天兽，他在等我停下来吗？对啊，他在等我停下来，攻击，不然停在空的地方了，可以可以打，看起来是可以打，再停在原本的地方就好了。再晃的时候找不到、欸，你要再晃一次就是散弹枪伺候喽！他妈的，最喜欢晃，绕起来了，喜欢晃，他妈的，来了，好，没有晃可以，good boy， good boy， 喜欢晃，喜欢晃就是他妈的散弹枪伺候，没有错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用啊！我真没招啊！干什么打脚啊？操！没有用！哎呦！这打脚！哎呦！哎，冷静冷静！哎，还好他是他是八脚，我操！拿手枪射他脚了吧？对对对。他拿那个欸，他拿他的触手，大大体镰刀，触手打掉，哎、欸，啊！我靠！哦，来了，下岗宝贝，惹火他了，哎，他上去了，看到下岗就跑哎，哦，不死，不死，不死，那就死了吗？你好吗？看起来不像死。不是说你好像要死，不是说他要是他要死，他就不会用他自己的触手站起来。没事没事，打针打针。来 reload， 然后拿手枪不加上哦。无敌的无敌的。还可以再上次哦！来，我捋漏一下闪弹。最好的，因为队友是个铁速手的怪物，最好的选择，拿水管上去打他。
直接选柯文哲都看这么糟的选择。没有，最好的选，最好的选择，没有错。看到这四只，然后你决定 OK， 拿起水管上去，上去敲它。哦，像那是嘴巴吗？对。哦。对，然后你遇到这种怪物，也是你水管最好的选择。